唔好太過尷尬，可以行前少少啦，我哋可以親密少少嘅。係啦係啦，冇錯啦冇錯，親密少少，行前少少咁樣。記得不要浪費這個微醺的體驗，因為平時可能大家都會比較清醒又或者有很精神的時候去聽何沛的演出，今次有少少不同，我們喝了酒之後看看有沒有辦法更加 into 我們何沛想帶給我們今天的一個很精緻的 rundown 好嗎？你們那些有沒有杯的？你們有沒有拿杯的？這邊是乖，這邊都有杯的是不是？大家都拿了杯的是不是？拿個杯來看看，舉起個杯來看看，好叻乖。既然大家咁叻咁乖啦，都攞曬杯準備好啦，係咪啊？咁我哋今日事不宜遲，有請何沛。好高興啊！有見到何沛啦。Hello， 冠中。係啊，多謝何沛你嚟參加我哋嘅寂寞清酒俱樂部。其實我一直都好想請你嘅。多謝你啊！我哋要陣間講啊，定係我哋可以照傾下偈先嘅。哦，其實我同盤菜有啲淵源嘅，係咩淵源呢？其實咧，係咪我講啊？你諗住，我以為你係會講，咦？唔係想得高啲係咪啊？較低少少，唔好意思，可唔可以較呢、這個較低少少？咁其實因為咧，我同何沛咧都曾經喺同一間公司度翻工嘅。咁大家都知道佢咩公司啦，係咪？佢嘅前一間公司，我嘅叫做而家嘅公司啦，咁樣嘅喺一百毛嗰度咧一齊做過嘢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喺嗰陣時係冇相見，但我知道有何沛呢一個人嘅，因為我本人懶啦，我好少翻公司，而佢勤力，佢成日公司，所以我係冇機會見到佢啦。咁但係而家咧，亦都有多個淵源，就係我舊時嘅經理人咧，係而家佢嘅經理人嚟嘅喎，就係林姐，就係我以前嘅經理人，而係何沛而家經理人嚟嘅。跟住我都覺得好神奇啊！呢個嘅緣分，然後輾轉反側我離開咗公司之後，然後我決定要追自己嘅夢，然後今日可以嚟到即係盤菜去邀請我啦，然後令我可以喺度唱歌俾大家聽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因為我舊經理人啦，而家你都係佢個女啦，所以我睇你咧係有少少小妹妹 feel 嘅。所以我今天都揀了一種酒嚟配合何沛，就我揀了無淚過生原酒俾何沛嘅，做我哋嘅第一段嘅音樂配清酒啦。咁原因係咧，因為無淚過生原酒嘅一啲製法上又好啊，一啲味道上咧，其實都會同何沛你有少少相關嘅。咁但係唔緊要，我哋唱咗第一首歌先。你係揀咗咩歌俾大家？第一首我想唱《Lost Stars》。個台俾何沛，然後我哋嘅清酒箱，如果有無淚過生原酒嘅話，都麻煩大家攞去台前斟俾我哋嘅客人啦。You're so
首嘅 Lost Star 送俾大家。倒酒啦，咁无泪过生完酒呢样嘢到底系乜嘢？其实你知唔知啊？知，紧要等我解释俾大家听啦。其实因为咧无泪过生完酒咧，佢嘅制法上咧就系冇经过火入，即系冇经过巴士德消毒啦。咁所以其实佢嘅酵母咧，亦都喺瓶入边咧系有继续有少少化学作用。所以咧大家饮落去嘅时候咧，会觉得佢个味道咧有少少碳酸感啦，有少少爆爆地嘅。其实我就觉得，因为我见到你呢个小妹妹啦，首先系一个好 green， 因为生完酒呢样嘢一定系新鲜饮嘅。另外就是我覺得你有一種衝在這裡，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衝的感覺，衝動是不是？是啊，尤其是我聽你首新歌的時候、你其實真的要很 green 很衝才會這樣作一首歌出來，就是我自己這樣看，你自己又怎麼想呢？其實剛剛我唱揀 Lost Star 做第一首呢，我覺得很特別，因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Begin Again 這套戲，其實它都是即係講緊音樂咁樣呢一樣嘢，我覺得可能喺我哋後生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後生，但係主要就我哋年輕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嘅衝動，我哋都會有迷失嘅時候。咁我就覺得我今日可以喺呢個 stage 度唱 Lost Star 俾大家聽係好 meaningful 嘅，因為曾經呢個 Lost Star 今日竟然可以企喺台上面唱歌俾大家聽，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奇妙嘅一個成長啦。咁所以今日。即係啱啱盤菜都有分享到關於酒嘅嗰個可能熟成呢一樣嘢啦，咁我自己就覺得我都喺呢十年嘅裏面，我都想今日少少去分享大家見到何佩過去嘅成長咯，係啊，咁就我接住落嚟呢一首歌咧，係我啱啱畢業，我覺得滿腔熱誠嘅時候咧，可能踏入社會咧，我就覺得可能會俾人磨滅咗少少意志，咁咧。就在度諗啊，我的價值在哪咧？會不會我哋曾經都有啲嘢，我哋係俾人磨滅咗，或者我哋本身很喜歡但係俾人哋磨走咗咧？即係希望大家都可以找翻自己，同埋有時候可能環境很多嘅未知令我哋好恐懼，但其實都充滿可能性咯。好，咁將個台再交俾何佩啦。Thank you。
Maybe I have something just like you。咁係啦，呢首咁新鮮嘅歌咧，就配合我哋新鮮嘅無淚過生日酒啦。Thank you。唔知大家人生之中咧，有冇遇到一啲唔係應該話你身邊有冇一個同你好相似嘅朋友咧？即係可能啊，你哋嘅性情啊，你哋嘅中意嘅嘢可能都好相似啦。咁咧就係呢一樣嘅特點令我寫咗呢一首歌啦。前面可能 unknown 令人覺得很迷茫，但其實人生最重要的是有朋友，就其實有很多人陪著自己的，陪你一起笑一起哭。所以今天星期幾，今天 Happy Friday， 希望大家都可以 enjoy 這一刻。我和你是做同一件事的，就是我們一起飲sake。 Yeah， Maybe I have something just like you。
我係希望我愛嘅人喺身邊，然後可以唱歌俾大家聽。然後呢一刻我就做緊
世界末日的時候我最想做的事，咁交俾你啦。世界春夜多疯狂，你我双眼都很忙，不肤浅，不抑郁，不沮丧。
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即係可能大家出嚟做嘢啦，或者大個啦，都慢慢對住身邊嘅朋友或者父母，我哋都會可能報喜不報憂啦。我唔會㗎。即係咩？媽咪咩咁樣啊？你會再大啲就開始唔會㗎啦，你信我啦。OK 係啦，咁所以就發現、原來人越大咧，要面對嘅其實係要接納自己負面嘅情緒。即係可能以前會覺得OK 啊，冇事啊，冇事。但係你發現其實係可以唔開心㗎。其實我哋人咧一出世，其實我哋第一下係咩啊？喊咯。點解我哋要唔俾自己喊咧？所以我呢幾年學識咗，其實我係可以唔開心。我係可以釋放眼淚，我亦都可以擁抱咁樣嘅自己。咁我哋咧為呢個成熟咗少少嘅你啦，因為我覺得你並唔係話你唔係突然間我三十幾、四十歲啊、五十歲啊、六十歲咁樣咁成熟啊嘛，唔係話變咗老古板啊嘛，你只係咧擺落咗少少，然後熟成咗、沉澱咗少少之後，得出一個冇咁有靈覺，但又有啲靈覺嘅自己。所以我哋就揀咗咧熟成嘅酒俾大家。如果大家咧等間見到有啲酒商咧攞住熟成嘅酒咧，大家都可以問佢攞翻杯嚟配襯我哋以下四首何沛嘅歌曲，交俾你咯，黃錦。係。啱啱我講咗，我哋會對人歡喜，對人愁啦。咁我想喺度問大家一個問題，就係、你對上一次喊係幾時咧？或者你對上一次俾人攬係幾時咧？或者敢問係你有冇攬過你自己呢？轉個身擁抱。幾多關心並別真心，幾多擔憂太過崩緊，如人哭我愛牽引去追尋。辗转反侧，这掩缺陷，灵魂却无变走。几多人清楚我性情，能痛呼吸，再一次转身要痛哭强忍，凌晨某夜跌入。Thank you.
Thank you.
我去共，踏上那新的风波。
走一個圈。黃湖上跟逝去的山川美得良久未忘，隨隨靜坐觀望，無需迷惘，長能喘息間得到釋放，為我去清空空行一趟，明日更新我居港，踏上那新的寬闊空港，重拾舊時的快樂，共你那憧憬的曙光，同行我去度日影般望沿途，想起往日細節，回憶深處亦有光。咁快就嚟到豪佩嘅最後一首歌啦！好快啊！咁呢首歌咧，豪佩揀嘅時候咧，其實我就會諗啊，你咁快諗咁厚嘅嘢嘅，咁但係我都會諗啦，我又揀咗熟成酒俾你，而家你已經有少少成熟啦，你要揀有十。年後的你，咁到底是怎樣嘅咧？你的心裏邊覺得？因為我一開頭唱咗《Lost Star》啦，咁其實我是真係當自己十八歲初出茅廬嘅時候的自己，所以其實吸十年後的我就是呢一刻的自己。咁其實咧，我嘅心裏面咧，咁我都會繼續留意住你啦。咁所以咧，我係想送一份禮物俾你嘅。咁我係送我想送支古酒俾你，因為我會覺得啊，唔知道十年後真係成熟嘅你，超成熟嘅你會係點樣嘅咧？咁所以希望啊，你會中意呢個禮物啦。咁呢支係熟成古酒，希望將簽翻個名。係啦，將來你嘅你，我會繼續期待十年後嘅你。Thank you。好啦，咁係啊，冇錯，最後一首歌咧，我揀咗《給十年後的我》啦。咁咧，其實都提醒翻自己十八歲嘅時候，有冇諗過十年後嘅我係點咧？有冇諗過原來十年後嘅自己成為咗一個歌手咧？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好 amazing。咁我就覺得哦，原來人生眨下就一個十年啦。不知道大家今時今日有沒有做到你自己想成為的人呢？過去的事可能過去很多經歷都建構了現在的自己，希望最後一首歌都唱給每一位成長成熟了的我們。能令你无悔的傲慢，那时候你所相信的事。
是会有被动人吧？对错和缘分已出现，成就也还算不赖吗？旅途上你增添了经历，又有未来吧？但係咧。